今天跟着麦麦熊带你吃德国猪肘、香肠拼盘和秘密小汉堡。店名景色新开三个月，地址位于北京北四环。本来我们是奔着德国猪肘来的，但是发现还有烤脑腐和烤小熊。周品，实际这里不光有德国菜，还有素食和手擀面，厨子还挺 multitask。吃肉自然少不了一杯冰爽的碧露，这里的精酿也还不错，我点的百香果 flavor。 欧洲回来的美女老板还热心介绍了酒，还挺多，主打的精酿类型的无人店，它的奉化的水果精酿系列活动，糖果的彩蛋，这个 treat 是吧？对对对，没错。应该得弄个 happy hour 呗，什么之类的，是吧？Mini Burger 虽然没有米其林级别，麦麦熊做得好，但也还可以。下期预告 ，Chef 麦麦熊陆海空巨无霸七层 Burger with 致死量 cheese 等了半天的主菜德国猪肘终于来了，不愧是招牌。虽然没有在英国和香港吃的那么大只，但是皮烤得很脆。酱料也不错，有点像麦当当 Big Mac 的酱，酸酸甜甜，一口下去皮脆肉嫩，真的可以。看给小丸子急的，着急了。紫菜二香肠拼盘有红棕白盘肠四种，搭配土豆泥、德国酸菜，整体来说香肠细了点，口感倒是还可以。乔董事长倒是很喜欢。哎呀，给舅舅急的。今天重点，舅舅 Uncle 乔 Happy Birthday， 生日礼物给舅舅，回家继续拍，找活干，这还找活干啊！你别说，我真会开这玩意儿，好歹也是华盛顿大学高材生出身，但我怎么记得你学的计算机呀？老板还热心的送了长寿面，对应之前提到的厨子 Multi Skills， 有心了哈。嗯，谢谢您，漂亮，哎，谢谢，我给咱们放个生日歌，哎，好嘞，好，谢谢，好，谢谢，气氛，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社死，你知道吗？这个应该是那个 Angel Hair， 我天，那是，哎，谢谢，祝你。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刚才唱什么 ？How old are you now？ 是不是？此时死去的当年雅思听力回忆开始攻击我，是不是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my dear friend. How old are you now？ 是不是？他吹完牛继续干饭，先来根 grilled bratwurst， 再来一根 grilled white bratwurst。Grilled red bratwurst, garlic bread, mini burger。最后由小丸子同学给大家表演一个三口一头猪。我嘴小，我得捏下来。哎呀，哎呀！啊，不是在，哎呀，不是。